们发现五沟水不同区域的污染程度不太一样，所以想借由调查五沟水河川来了解当地的底栖生物与水质之相关性。透过检测河川污染指数啊 PIB 与各科生物对水体耐受值及出现比例，绘制成底栖生物污染分布图。我们检测水质污染程度的方式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底栖生物评估，第二种是河川污染指数 RPI。 底栖生物评估包含生物多样性分析以及科级生物指标 FBI、 生物指数 BI。 河川污染指数检测 BOD、 DO、 氨氮以及悬浮固体四项水质参数组成，分别在四季各做了一次调查，在五沟水当地分了四个样点，分别是清水阶梯、红铁桥、乌龟沟桥。我们分别在每个样点都会做底栖生物的采集与水质检测。在水质检测中，我们会先捞一桶水上来，并且在岸上做氨氮跟 pH 值等等的检测。然后还会用水质检测仪检测当下的水温、气温以及 DO。 在底栖生物的采集中，我们会在各个样点用梯级法以及翻石法进行采集。并将采集到的昆虫放进装有酒精的采集罐里。我们还会在各个样点分别装两罐水，并且带回实验室进行 BOD 与悬浮固体的检测。在实验室里，我们还会将抓到的昆虫用解剖显微镜分类，最后进行统计，制作出五沟水当地的底栖生物污染分布图。我们总共采集到了487匹资料，那占最多的是水栖昆虫类，占了64%，接着是虾蟹类19%，以及螺贝类的10%。然后我们将水栖昆虫往下分类成目击科，占最多的目为双翅目以及青鳞目各20%，那占最多的科为吃翅虾科，占了19%。结合上述的总表以及圆饼图，我们推算出了生物水质指标评估的结果如下：纵列为四季，那横列为四个样点，可以看到 FBI 值在四季以及四个样点呈现了优良到极度严重的状况，那 BI 值则是呈现轻度到严重，其中在夏季尤为严重，推测是因为在夏季抓到较多耐受值较高的底栖生物，例如摇蚊科以及苹果螺科。因为五沟水为涌泉处，地下水涌出的关系可能影响到 DO 的数值，所以我们 RPI 的计算中均剔除了 DO 值。那下图为我们利用 BOD、 氨氮以及悬浮固体的指数计算出的 RPI， 可以看到 RPI 的等级在未稍受污染到中度污染。那因为生物评估以及 RPI 所呈现出来的水质污染程度有所不同，我们推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生物评估所使用的数据为大范围数据，所以造成的结果偏差。那 RPI 属于直接测量水质，较贴近真实的情况，所以我们结合了上述两种检测水质污染情形的方式，做出了符合五沟水当地的底栖生物污染分布图。可以看到，在未受污染的代表性生物有池子虾科、龙虱科以及细浮科。那轻度污染的代表性生物有紫石蛾科、文石蛾科、瑞科以及蜻蜓科。那中度污染的代表性生物则是摇蚊科以及苹果螺科。就是因为河川污染指数 RPI 以及底栖生物的评估无法准确地呈现出此地的河川污染情形，所以我们将两项资料结合，做出了五沟水当地的底栖生物分布图，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出当地的污染情形。那本研究上有许多可以进步的空间，未来也希望进一步的学习以及讨论出更为细致的研究方法，让结果可以更为准确。那也希望未来能够帮助做相关课题的人们有更多能够参考的资料。耶、yeah! ！你们走过去可以吗？走过。那可以把这一段放进去吗？可以。啊！屁股！他刚差点摔倒，然后水全部都喷在我屁股上。踩到手上去了。要洗鞋子啊！哦，洗鞋子。还有没有换？我好臭！你好臭哦！